拉卡刚，嚯，我吗？他就在这儿。你疯了吗？谁让你当着他的面说我的事？我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他就在外面。喂，喂，小雨，你不是追求梦想吗？小雨，你现在快点过来救我！又怎么了？我刚刚听到 Sam 和一个西班牙人说要带我去什么地方，还提到了分钱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来的时候路过了邮政路，远处就是百乐宫大酒店。不，你窗外有什么？你现在告诉我。对面是两层楼的灰色房子，还有两家咖啡厅，还有一个甜品店。其他的我也看不清。文文，你在那等着我，哪儿也别去。快把微信定位发给我。老邱，你在哪儿？我跟你说，文文被绑架了。文文真的被绑架了，我没有骗你。住在这儿这么多年，我也不知道被……哦，天哪！